这里发生过可怕的惨剧。莫比斯军团夺取了这处研究设施之后，便将其用于培育混合体怪物。我可以利用他们自己的原型机甲——巴里俄斯来把他们解决掉，去收集一些零件，这样我们就可以激活机甲了。动作要快。 作战部队。 收集一些零件，这样我们就可以激活机甲了。动作要快。 就绪。 台机甲，巴里俄斯，它可以摧毁混合体，但是它还缺少部分零件。协助我收集，是对你最有利的选择。 就绪。 SCV 就绪。 建筑搭建完毕。
解压启动。发射